有睡眠困扰吗？睡醒是否常感到疲倦，甚至颈部僵硬？你的枕头可能就是元凶。想要一夜好眠，就试试加拿大 Miracle 舒柔透气竹纤维记忆枕。Miracle 枕套采特殊竹纤维材质，柔软度更胜棉花。竹纤维调节温度的特性，让 Miracle 能长保清凉感。在加热的毯子下放入温度测试仪， Miracle 温度竟然比毯子还要低24度。Miracle 独特多层设计，给你一整晚舒适好眠。第一层超舒服竹纤维枕套，不可思议的舒适及柔软，具有抗菌及抗过敏效果，还可用洗衣机清洗，绝佳透气性，帮助调节温度，给你凉爽的睡眠好品质。第二层记忆棉枕芯套层层包围，提供支撑力及耐久性，让枕头柔软触感更升级。Miracle 最深层的秘密就是细块状记忆棉。你一定听过记忆枕，但你知道吗？记忆枕必须完美贴合头型才能发挥效果。Miracle 满满记忆泡棉碎片，记忆泡棉拥有柔软并坚固支撑的优点。市售聚酯纤维枕头缺乏支撑性， Miracle 能成为你安心好眠的最佳支持。一般枕头脊椎无法保持直线，想要好睡眠更困难。 Miracle 三合一功能带给你睡眠最大帮助与舒适感。将 Miracle 放平，它能稳稳托住头部，保护颈部、脊椎，调整到正确直线，晚上就能得到充分休息。侧放获得更柔软蓬松的支撑力，也可对折变成坚固靠枕，最适合阅读、看电视时使用。来自全球试用者爱不释手的强力推荐，领先他牌枕头 Miracle 拥有最高荣誉五星评价。终于可以一觉天亮，很多年没这样了。你可以洗涤烘干， Miracle 会恢复原状，不怕变形。你有过敏症状吗？ Miracle 竹纤维天然不过敏，能够阻绝霉菌、过敏原甚至尘螨。加拿大 Miracle 舒柔透气竹纤维记忆枕，绝对是你用过最舒服的枕头，不论仰睡、侧睡或趴睡，符合人体工学设计，让你天天好入睡，睡得更好，感觉更棒，生活更优质，因为你拥有加拿大 Miracle 舒柔透气竹纤维记忆枕。